看一下吧啊，家人们，你看我打小迷糊，老师跑不跑啊？你看我打小迷糊啊，看老师跑不跑？老师今天不迷糊了啊，元旦做好了。老师啊，我打你儿子，让不让打？我打他，让不让打？让不打？让打老师，让打让打迷糊吗？打他呀！我使劲打他。我真打他，打迷糊，老师啊，打谁？那打你行不行？打你行不行，老师？打谁？要不你说打谁？打谁，老师？我真打他了啊！看我怎么打他的，你看我怎么打他的啊？跑了吗？跑了吧，啊！赶紧跑，老师跑最快。我告诉你，我一说打小迷糊，老师跑最快，啊！我师哥赶紧撩，没有爱了，妈呀，一点都不疼迷糊，哎，还告诉我打我小迷糊头上打，刚才是不是老师告诉我的家吗？啊，他让我往老师往小迷糊头上打。今天心情好，老师今天心情好啊！这小迷糊是不是揍？还像我似的，是的，上上上上，老师啊啊啊啊啊！小五啊，来，小五啊。你看老师那眼神啊，家人们看我四哥的眼神，我四哥眼神很到位啊。小五，你今天是不是咬我电线了？啊，那电着你怎么办？刚才真咬了啊，家们，不是我冤枉的啊，是不是刚才咬电线了啊？我是不是该揍你？你别动，老师，你别动，老师，我非得打他，老师，我非得打他一顿。他咬电线不听话，老师，他不听话，老师，他咬电线，老师。不行，我非得揍他一顿。我他咬了，他刚才咬了，老师见着他咋整啊？啊，老师，哎，四哥可爱至极呀、啊！四哥，那你说谁咬的？老师，那我老爷问你，那电线不是他咬的，谁咬的？老师，谁咬的？老师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小迷糊咬的？是不是小迷糊咬的？老师。老师，小迷糊是不是？迷糊蛋子是不是？小迷糊蛋子干的，拿。老师，跟我说实话，老师，是不是小迷糊蛋子干的？是不是他干的，老师？我也暖气一个，也暖气一个。老师，你不能掏你姥爷一口吗？老师，你现在是不是生气？我刚才打你儿子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你会不会咬你姥爷一口？老师，生不生气？嗯，四哥不想让我亲他，该吃药了，他姥爷到点了。你看我四哥躲的，啊！你看我四哥躲的，啊！一点不在乎你姥爷的感受啊，直接就躲起来了，一脸嫌弃呀、啊，啊！四哥说：“姥爷，你没刷牙，你看着啊，我试探一下我四哥啊，家人们，我试探一下我四哥。”老师，老师坐好，老师坐好，四哥坐好来，四哥坐好来，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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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老师坐这儿，四哥，你坐这儿啊。
老四啊，我来问你啊，四哥来问你了，四哥啊，老四，老四来问你啊，如果有一天呢，你媳妇儿和你姥爷都掉水里了，四哥来问你救谁？老四，你救谁？老四，你媳妇儿和你姥爷我都掉水里了，你救谁？老四，老四救谁？啊，救我呀！你看，四哥多懂，多懂事儿啊！老四，你除了救我，你还救谁？老四，还救谁？啊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老四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老师，还有谁？还救谁？还有一个呢？怎么你媳妇你不救啊？你媳妇救不救？我不救，那你救谁呀？救我？我你媳妇儿，你救不救你媳妇儿？救！你看人家小石头说救，石头救不救？救我！石头都伸手了，石头都伸手了，你看看，不救啊？咋的？媳妇不亲呐？你救不救你媳妇儿，老师？石头救不救你？老四，重新演一遍啊！老四，老四，救你媳妇儿！老四，老四，救你媳妇儿一个，救不救你媳妇儿？救媳妇儿啊！好，好了，老四啊，你看我四哥能不能听懂话啊？家人们，救谁？老四，救不救媳妇儿？救媳妇儿啊！对，救媳妇儿啊！老四，来，再问你一遍啊！我再问你一遍啊！老四，咱演个戏，你就死活就不救我。四哥，你干啥来？四哥，咱俩重新演一遍啊！你就是不救我了啊！今天啊，行吧？等我拿拖鞋的时候，你再救我。老四啊，老四啊，来问你，如果有一天呢，你媳妇儿和你姥爷一块掉水里了，你救谁？老四，救谁？老四，救谁？老四，选一个，救谁？救谁？老四，救谁？你咋没听懂话呢？救你媳妇儿，你就进来。老四，老四刚才没听懂啊，这回再重新救一遍。老四。如果有一天呢，你媳妇儿和你姥爷同时掉水里了，你救谁？老四，你先救谁？老四，先救谁？救谁呀？救谁？老四，救谁？说话呀！我和他，俺俩救谁？老四，那怎么谁也不救呢？老四，你救一个，老四，你救一个，你救谁？老四。就一个，就谁？老四，你下水放水里头，第一个奔谁去？老四，就谁？老四，他妈你选一个，就谁？选一个，老四，你选一个，就谁呀？你这咋这么梗呢，老四啊？老四，我跟你媳妇都掉水里了，你救谁呀？妈了个巴的，跟你在一块真没默契呀、啊，老四啊！啊，跟我四哥在一块啊，真是没默契呀、啊！啊，这辈子没默契呀、啊，老四啊！谁也不救我，老四这回谁也不救我。这回我四哥不救了，四哥说你不让我救，我不救了，我这回谁也不救啊！水没开饭，家人们，水没开饭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，老铁们啊，欢迎大家伙，欢迎家人们啊！哎，你们有需要啥的，左上角点个直播预告，老铁们啊，咱家明天宠物用品专场啊，明天宠物用品专场，欢迎大家，大家伙想吃东北辣白菜的话，可以拍一单东北辣白菜啊，家人们，东北辣白菜的下方小黄车第二号链接，家人们啊。东北辣白菜啊、嗯、叫懵了。拍了鱼有了78斤的金毛，一天吃几粒？一天吃6粒吧，啊，你给他一天吃6粒吧。78斤的狗狗，说实话太大了，知道吧？啊，俺家狗狗才70多斤啊，360多斤。然后老四的话也70多斤，俺家狗就一天给他吃2粒，是不是？
大米58块钱十斤啊，咱们东北石板大米，产自咱们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，老铁们，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啊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尿了，拉了。开饭，开饭，开饭，来。哎，进来吧你啊！好了，回去睡觉去吧，该喂大狗了。石榴眼神怎么红了呢？上火上的呗，上火上的，回家吧。